明天就是圣诞老人失踪一年整了，而且还经历了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圣诞老人僵尸，然后还有世界发生各种森林野火大火乱烧，不可能还有更疯狂的事情发生了吧？游戏怎么没有音乐啊？我在想，圣诞老人失踪是不是跟去年的某些事件有关？妈咪，你要去外面玩吗？不要忘记你的手套哦。好好好，小心点哦。真的，真的好吵好吵。圣诞节就是要玩圣诞游戏啊！啊，他做圣诞老人，到底是风声还是割草机？是不是要向声音越大的地方过去啊？哎，这该不会圣诞老人吧？只用你的左键调查。圣诞老人的尸体，直接把它埋在这边啊。嗨，把脸抹掉，快，他生气了，我要赶快回家啊！好吵哦，我家在哪里啊？好慢哦，回家。他就在外面，一直不停的寻找。妈咪不相信我，圣诞老人变僵尸爬起来，他怎么可能会相信呢？我希望圣诞老人僵尸不知道怎么跟着我的脚步。窗户，妈妈被圣诞老人抓了。干这是什么游戏啊？这故事是乱做一通啊，白痴白痴的。要不要撞圣诞老人吧？还有没有啊？不是爸爸要回家吗？哎，那是鹿吗？那个头什么东西啊？最后那是什么？我怎么没看清楚？哎，我出车祸了。找到那个什么、啊、糖果棒，烂掉的麋鹿，对吗？这故事还没有结束哦，我也是要跟着吹风机走吗？大小大小，大小啦，吵死了！他这个圣诞老人的音效就永远那么吵啊！这条路好像走过了、哦。哟、no! ，他怎么那么快啊？别再搞了，赶快最后一个！哇，他从哪边抓到我的、啊？好、哦，终于成功了，动啊！宕机了你，把圣诞老人埋回去，那我可能是 bug 了，是不是啊？成功了吧？该不会又 bug 了吧？太烂了吧！浪费时间，那怎么办？他过关之后都会卡读取，然后就黑画面变这样子啊！我玩了两次都没有嘞。反正最后结局就是，小女孩又跑去那个埋圣诞老人的地方，然后把圣诞老人再埋回去，就不要让他再出来这样子。懂吗？他等于是碰了不该碰的东西，然后就回家了。这最后的 bug 也太让人火大了吧！这个游戏叫做《他跟随着你》，他怎么开头画面就有鬼啊？没有惊讶了，没有惊喜了啊！应该是个大……身为一个私人侦探。你的工作是调查一些不可解释或者是消失案件啊，找到公寓，电脑，对啊，
哎，到了，这是公寓、仓库，冷气还有在开耶，有人吗？我怎么？毛特哦，毛特，我都没有在走路，他脚为什么一直有嗲嗲嗲走路声啊？在里面搜寻搜寻，看能不能找到任何线索。调查画作，1998年10月12号，已经快要两个星期了，他一直跟踪着我。跟着我，我完全搞不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。不过我没办法再这样继续生活下去，让他非常的焦虑。他的治疗师建议我写下我的想法在笔记上面，像就像现在这个纸条一样，把情况都写下来。有一个女的一直跟着这个 motel 的男的。整天跟着，不知道在跟什么，就是不像你们，你们连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东西可以跟，只有一些脏东西、脏空气。看录影带去喽。干嘛要用哭哭脸的标记啊？我说的。是恶意的吗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，你们干嘛用哭哭球啊？这游戏的脚步声真烦欸。看录影带，这是写下纸条的人吧？他录下了，反正高兴就录啊，这些片段都是非常随机的。欸，不对啊，那个脚步声该不会就是那个女的现在要跟踪我身上了吧？她是疯狂原地踏步，我们以为什么游戏 bug， 其实不是哦。你在敲门啊？我刚刚音效非常真实欸，我以为是在敲这边呢。刚是不是有人在敲门？失踪人口。嗯，真是让人不安啊。怎样？开嘞！我突然有点不太敢转头啊，怎么回事啊？那气氛有营造到哦。还是说他？还是说他就是黏在我的屁股后面啊？哦，老天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录影机坏掉了。寻找受害者位置，我在哪里啊？出来了。这游戏现在这个场景这边超黑的，没有任何照明设备。受害者，啊，那扇门出来应该是他家后院吧？人。他在这里，谁写的啊？这个脚步声真烦欸，把录影带捡起来，出现在我屁股后面。你的最后一卷袋子，上面是血吗？哦，老天，我要赶快离开这里。哦，老天，光不见了，看不见屁。他是不是要咬我了？还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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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影像而已。他不是用 3D 的方式把我咬死哦。他在这里。
啊、跟着你。好短哦，没有了，让人不安的感觉吗？他最后用图片实在是比较美感的、啊。这游戏名称叫《我抓到圣诞老人》，什么意思啊？垃圾游戏吧？还有个动画哎、欸，用心多了有没有？哇，超屌过场！谁啊？圣诞老人？我可以动吗？圣诞老人偷偷来你家了。是把圣诞老人描绘的好像什么入侵盗贼一样啊！这是我吗？睡在床上，迷迷糊糊的，闻到圣诞老人的臭味，拿起你的卡美拉。哦，游戏好累个、哦，他这个垃圾游戏竟然要 2.5 G 浪费空间。卡美拉，我怎么看上面写的字啊？看不见也不能点，这个摄影机也太烂了吧！好烂！怎么回事、啊？我的脸还不能往下看呢、欸。我家好烂哦、喔，跟着脚印，就这样哦、喔。圣诞老人怎么不是肥的啊？按左键拍照。他小，根本就不是圣诞老人嘛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！我拍到最后一幕，我死掉之前的样子，白白一坨。我拍到圣诞老人，没了。这游戏 2.5 G 就只玩了两分钟哦。干，怪不得现在的硬碟容量要越做越大，就是因为他妈垃圾太多了，给我们装垃圾用的。